大家好，我是阿鹏，我现在来看好这个月本呢，以后呢我就准备带一点就回去了。这个离本合也还蛮好的，这种包装啊什么都还蛮好看，如果拿来送礼的都还蛮好。这里就是这个包装机，这个月本都包装好了，这些都等一下就准备发货的，这种我也看好了月本，我就去找一下老谭，看一下他准备回去了没有去。Hello， 你们躲这里。Hello， 大哥，这里吹空调，好凉快啊！跑到二楼下面找你们。这上面的空调不知道响声，那边还没够。那个月饼我都看好了，我。看好了，你要哪一个款的？我觉得这个应该好看，这个应该挺火爆的，这个。这个也可以啊。对，这两个盒子是一样的。我们现在卖的这个颜色就是这个的。有几个朋友在店里买了盒了，我就要带好，看好看，我就准备回去了。那么快回去啊？你要回去干什么？那这个月饼别人要了，不送去怎么办？那你怎么回去啊？你们还要很久的。哼，我没那么快了，是不是？小九在哪里？我又在哪里待几天的？我也没这么快的。啊？我也没这么快。我自己打车回去了。我是来挣钱的，打车回去，那要怎么运回去啊？放班车咯。放班车不好吧？那么多怎么好放？那你怎么回去？背着回去啊？走路回去啊？我不等你们车回去吗？我们还没那么快哦。那我是来这边的，小九在这边，我们也在这边呢。那炮哥来这边挣钱的。那不可能，昨天拿今天回去啦，那你来干嘛？你不接的还挣到，你说哪等级了？炮哥是要挣哪等级的？是啊，你是要黏着小九的。啊，那你呢？我是黏着我得了。我是要带月饼回去的。那你就跟着我就得了。我什么时候回去，你什么时候回去嘛？过几天就回去嘛，过几天反正你要店下面卖的，你要这个又不用快递，是不是？这上面一卖，反正中秋节前人家都可以买就行了嘛。我们这个是要中秋节前必须把这个货发出去。他有时间定了，有时间定了。定过你就反正你就中秋节前已经到你那里了嘛。那我要跟他们说啊。是啊。我街上面卖跟我们线上面卖是不一样的。我们这个要快递要四五天时间才到人家那里。你街上面卖，你买他就买走，可以直接送人啦，是吧？不用那么快回去的，那么早的。那还在卖，来几天再走了吧。是啊。那你没办法。哎，我没听说你不是问小九那个小徐吗？你要不要问一下送点月饼给人家？现在问题是电话打不通啊，怎么送啊？你怎么搞的？这人家之前那么主动的，你现在搞的，你那么主动去打电话给人家，人家都不接的。我就说了一句话，哪里知道普通话没说好，哪里知道会这样的？早知道我又不说了嘛。我叫小姐去帮的，不知道小姐打不打得通，我也不知道。小姐应该打不通的，小姐应该打不通的了。如果打得通就好了嘛，她帮我说一下什么就好了。半年说不通，我也没办法。她这里是，你说话说普通话，你要语好些，你再说。现在我的普通话哪里说的好啊？都是不标准的。都是土洋结合，土洋结合。那怎么小时候读书又不用功，普通话又没学好？你这个得唯独重新打造才行。还要报个学习班，从一读到那个读书才行。是啊。流星啊，吃流星好久没有，今天还没吃过这个流星的。是流星的是很好吃啊，很远乎的。这个时候我这个这个你看
这是很好吃啊、哦、啊，它那个炖鸡五仁叉烧也很香的，嗯，里面的料看了，我看过里面的料，那个五仁啊还有那个什么核桃都是整粒的，它都不切的、嗯、它说这样才有口感，嗯，那个吃一下脆啊、哦、嗯，是好吃。过几天再回去了，不急嘛，你那不急的嘛，街上卖。嗯，好，不急的。嗯嗯嗯，回去我跟你一起卖。嗯，好。